粉的，很少女啊，很嫩的，好显黑啊。最近每天都刷到这个多巴胺，不得不说它真的是穿到我的心巴上了，所以说我今天准备蹭一下我们多巴胺的热度，浅浅的准备了几套防感觉不好人穿不好轻松。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准备的一些 T 恤吧，都是各种各样的花里胡哨的颜色，这很多颜色是我之前真的是穿不上来了。这件衣服真的是在选的时候十分无敌巨少女粉，对于我这种30多岁的老汉来说，穿这种少女粉是不是稍微有点回归十八？18岁我也不会穿这种颜色的，但是为了这个多巴胺啊，少女的感觉，挑战一下，还是挑战一下，应该叫牛油果绿。其实是今年比较流行的这种绿色啊。除了衣服以外，包括这个裤子的颜色，其实属实。我穿上会不会有点变态？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其实多巴胺的一些经典东西，比如说就是配饰，彩色的帽子啊，我也准备了几套，就是绝对不会戴的这种眼镜，这种小粉非常奇怪假装很可爱的包包，整个所有这些衣服加起来，我们今天随便搭配组合一下，开始你的展示，看一下30老汉看多巴胺的感觉。他终于要拍多巴胺了，存了好久了。是衣服才到吗？是的，我准备了那么久。绿色、蓝色、粉色、紫色，还有这个颜色，是不是这个黄色，牛大概看一下啊，好看吗？粉的，很好看啊，少女啊，很嫩的，好显黑呀、啊。没办法，真的很显黑的。我是说多准备点道具把脸挡住，这样的话看不出来显黑了。你挡脸挡住，别人怎么知道是你呢？但就胳膊这种地方没办法救了，救命啊！那我天天在外面晒，没办法。我拿四元霜给你。什么东西？身体四元霜。哦，这个我知道，Olay身体碎霜是吧？是一味武器。那我平时化妆，如果说化完妆脸和脖子有色差的时候，就拿它涂。涂哪儿？涂脖子。哦，你涂脖子。你可以涂手臂，很多地方都可以涂。会有效果吗？你说呢？身体碎霜就是让你伪素颜啊。你先试啊，试出来效果好的话，润的话，不假白的话，我就用。哎，是有效果。没有。耶耶耶耶耶耶！那我要试一下我胳膊吧。会为你的今天的穿搭再加几分。哇，好润啊，而且一点都不假白。哎，你看我这个地方没涂的，却黑。我胳膊。看一下，哇！而且你看啊，你看这样皱出纹来，它都没有卡粉，就没有那种粉感，就像是皮肤透出来那种白。其实我感觉我自己挺黑的，但是我这样用上之后，哎，如果你不看我这边胳膊，就没有很违和，是不是？跟脸还是，脸到时候化了妆了，化个妆，然后戴口罩，黑白黄皮应该是都可以用的，赶紧把另一边涂上吧。好嘞，我也要变白了，这么有一天。我问一下，等会儿我万一出去拍照的时候出汗，不会流白汤，不会尴尬死？不会。肯定不会的，拿烘干机。很润，而且没有脱，看见吗？完全没有脱。但你回家的时候，就是晚上要拿沐浴露给它洗掉。哦，沐浴露就可以洗掉是吧？对，赶紧去换穿搭吧。好方便。再给你友情提供一个墨镜。是我自己的吗？在我家就是我的。下面就是来自于。